这场比赛拿下来是不是对队伍的士气提升会特别的大？嗯，还是有点提升吧，就比如说小胖啊就很开心嘛，就摘掉耳机，就摘掉耳机，就仿佛打总决赛了，摘耳机那个动作是吧。今天你们在对位到对手的一些想法，比如开局你和那个帆帆两个人之间在中路针对了一手上一周表现特别好的青荣，这是刻意设计的吗？感觉今天杨帆的他的进攻性非常的强啊，就是我其实是不想上的，炸的非常凶，接到公司要出血了，这里要死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项羽，他的一星呢框到人了，就别的队伍是一星框到人打圈里的，你们是框到人了打外面的，这是什么战术？没有注意到项羽。有一个复古的梦奇打边啊，能不能跟大家聊聊那一局的一个想法？主要是弗莱没啥英雄了，他就只能选个梦奇了。第一局，弗莱没啥英雄了，对，英雄池有点浅。刚刚英雄是这么浅吗？这六群老将。